何打卡？员工打卡呢，有很多不同的方法。第一种呢，是在这个有时钟的地方点击，然后输入密码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在座位图上右下角这边也有一个时钟，可以输入密码打卡。打卡进去之后呢，如果再输入密码，可以看到什么时候开始上班的，工作了多长时间，然后有选项是否要打卡下班或者取消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这里一个 clock in， 也是同样可以按来打卡的。最后一个地方呢，就是 tools 工具里面有一个 clock in 按钮。输入密码之后呢，点击 clock out， 可以输入收到的小费。